偷吃买大送小，男染指情妇13岁幼女，太扯，劈腿还玩大小通吃啊，把小三女儿当小四。新北市29岁陈姓男子，2009年刚新婚，就和离婚且育有一女的前同事外遇。去年，女友13岁女儿向他告白，老公，他不制止，还和少女上床。少女之后写情书给他，你明明是我的。他则回复，老婆，到底你会不会有高潮？校方发现少女行为有异，他才供出和陈男黑咻一次。检方起诉陈男，他原本与女方和解，但少女不愿原谅陈男，供出两人其实黑咻多次。新北地院日前将陈男判刑1年10月，交由检方续办。两性专家指出，男子见小女生爱慕却未指证，反而染指，可见他对小三也非真爱，只在糟蹋妻子、同居人及少女而已。懂新闻，这种男人真是脏东西啊！报道。